开始战斗，战斗就不能退后，力量要更强，战斗要更多。现在快帮我发射，开始吧，帮我战斗，打开的秘密惊奇会更多。战斗吧，再战斗，努力保护家人。保安保安 ，Go Go Go， 发射发射 ，Go Go Go， 保安保安 ，Go Go Go， 战斗战斗 ，Go Go Go， 我们的朋友，保安保安，我们的伙伴，保安保安，我们来战斗。什么事啊？
我最喜欢跟朋友一起唱歌、跳舞，还有一起玩游戏。我们也是哦，不过我们更喜欢猜谜哦。Q 公主，我也喜欢猜谜，猜谜可以动动脑，发挥想象力，真的很有趣耶。但是我偷偷跟你说哦，国王爸比呀，每次都会出奇怪的题目来考我们哦。真的吗？今天的题目会不会很难呢？不告诉你们。哎呦，国王爸比每次都这样神秘兮兮的啦。希望我们可以答对。巧虎，没有问题的，我们一定会答对哦。没错，小小弟，我们要跟巧虎一起加油，好不好？小兵都好有信心，迷迷国王，我也会努力的。Very good！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小兵，希望刚刚我的那一首《小星星变奏曲》你们会喜欢。哇，是伟大的音乐家西瓜莫扎特先生呢？怎么办？他掉进迷迷陷阱里。你们别担心，像我这样子的音乐家，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创作出不同的音乐，尤其更可以演奏出别具生命力的乐曲啊！哇，莫扎特先生好厉害哦！ No， 想离开陷阱没那么简单。国王说要救莫扎特先生，就得先考验大家的节奏感。现在小小兵跟巧虎要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做咯。第一题，仔细听咯。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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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换你们咯。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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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好厉害耶。第二题比较难一点，要加上口号咯，仔细听。沙沙沙沙沙嘻哈，沙沙沙沙沙，哦啦，一起做，沙沙沙沙沙，嘻哈，沙沙沙沙沙，哦啦啦，怎么这么厉害？最后一题了，啊，我们请巧虎来出题。那我们一起摇沙铃，边唱莫扎特的音乐《小星星》吧。好，小小兵要大声唱咯，一二三，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哇，国王爸比，你觉得我们表现得如何啊？ Bravo， 我太感动了。谢谢迷迷国王，我们成功了。我们开始猜谜救莫扎特先生了，请国王给我们第一个提示。谢谢国王。音符，看到音符是要我们猜一首歌吗？不是啦，巧虎，国王爸比的意思是要大家猜一种一定有看过的乐器哦。乐器，我想到可以吹出好听声音的笛子。哦，巧虎很厉害耶。小小兵，那你们还认识哪一些乐器呢？你们知道什么？钢琴、鼓、打鼓，还有钢琴、铁琴、棒棒鼓，还有吉他，对不对？对。哇，钢琴、沙铃，小小兵，你们认识很多乐器耶！哇，太厉害了！不过提醒你们一下哦，今天要猜的这种乐器又大又重，很像一个大木箱哦。快想想答案到底是是虾米，是虾米，加加油互相打打气，有信心保证没问题。大家都叫我音乐神童，我从小就对这样乐器非常的熟悉，它的声音可以很优美，也可以气势磅礴，大家都称呼它为乐器之王啊。哇，这么厉害，到底是什么嘞？请国王爸比给我们第二个提示吧。谢谢爸比。咦，黑色
白色。今天要猜的这种乐器上面有黑色白色的琴键，就很像一整排的黑白牙齿上上下下。我知道了，这个乐器每一个琴键都能弹出不同的声音，对吗？没错，巧虎，我们一起来弹吧。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哦，这个乐器是小兵一定知道。时间快到滴答滴，快快快想一想，时间快到滴答滴。小小兵，答案是什么？钢琴。我们的答案是钢琴 piano。 是钢琴吗？请迷迷国王公布解答。琴键上黑白牙齿的乐器就是钢琴，恭喜你们答对了。闪一闪亮晶晶，谢谢大家，我出来了。小小兵们，待会我们就一起来大合唱，你们说好不好呢？好，一起唱。猜谜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Happy 彩礼，秘密岛上充满回忆。胜利胜利，我们一起庆祝胜利，一起唱着进行曲。准备，跟着我一起做，飙高音啊，飙高音，飙高音啊，飙高音。指挥啊，指挥，指挥啊，指挥。弹钢琴啊，弹钢琴，弹钢琴啊，弹钢琴。秘密国王欢迎你。飙高音时间到喽！这边再来一点，屁股再来一点，呼呼，完成喽！这次的题目啊，我一定可以表现得很好的。手好像有点脏哎，我先去洗手好了。这个画是谁的 ？Hello， Hello， 没人呢，那我来帮忙好了。加上这些，应该会更棒。哈哈梅花鹿哥哥，你在做什么啊？我在画画。等一下，那是我的图哎，画好喽，漂亮的孔雀完成喽。啊，孔雀！柳丁哥哥，不用感谢我啦，我本来就很会画画。哎呦，我的题目是鸵鸟哎，你怎么把我的鸵鸟变成孔雀了啦？啊，对不起哎。我以为我可以帮上忙，结果反而搞砸了。啊，怎么办？这张图明天就要交了耶。那我们现在赶快来重新画一张。啊，那肯定要赶快，我怕时间来不及。那我也来帮忙。我看啊，我们重画好了。悠悠妹小学堂。Hi， I am Moon， 我是月亮姐姐。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呢？ Great! Everybody, it's English time! 奇怪，悠悠妹人呢？ Excuse me, 我迟到了。悠悠妹，这时候要用 sorry, 我迟到了才对哦。Sorry, 我迟到了。It's okay, 没关系啦。不过你为什么会迟到啊？刚刚坐捷运要下车的时候，有位外国人挡在门口，我不知道怎么说借过，结果门就关起来了。原来是这样啊。悠悠妹，你刚刚一进来用的 excuse me 其实就可以用到这时候哦。哦，是哦，当我要说借过的时候要用 excuse me。 我学起来了，谢谢月亮姐姐。You're welcome， 不客气啦。Sorry 跟 excuse me， 我常常搞不清楚。哦，我来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分辨方式哦。Sorry
比较像是对不起 ，excuse me 比较像是不好意思。我知道了，如果真的做错事要道歉的话，就要用 sorry， 对吗？没错，如果只是要请人帮忙的话，就可以用 excuse me。哦，像我刚刚不小心迟到，就要用 sorry。请别人借过就要用 excuse me。悠悠妹，你很棒耶，马上就学起来了。悠悠妹，你怎么啦？ excuse me， 月亮姐姐。你说啊，到底怎么啦？ excuse me， 你踩到我的脚了。啊， sorry sorry， 对不起啦，悠悠妹。It's okay。还好啦。excuse me。不好意思 ，Excuse me， 不好意思 ，Excuse me， 哦、oh, ，Sorry， Excuse me， 不好意思 ，Excuse me， 不好意思。啊、，Excuse me。Please. Okay, thanks. 月亮姐姐，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好像常常用到 excuse me 耶。那除了借过之外，还有什么时候会用到 excuse me 呢？除了借过之外，的确还有很多时候都可以用到 excuse me 哦。啊，我想到一个好方法了。啊哈！Good idea！ 小学堂剧场开始。小姐你好，请问几位？一位，谢谢。好的，这边请坐。这是 menu， 你看一下。Thank you。Excuse me。小朋友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吗？当我们要点餐的时候，可以说 excuse me， 请服务生过来，这样比较有礼貌哦。嗯，那再来咯。 excuse me， 请问悠悠 TV 怎么走？嗯，当我们要向别人问路的时候，可以用 excuse me。我很容易迷路，所以常常会用到。悠悠妹，你真的很好笑哎。那再来咯。Everybody, it's English time. Excuse me, may I go to the toilet? 要问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用 excuse me。没错，今天用小剧场的方式演给大家看，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学习哦。我觉得这样容易记忆又好玩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吧。当你要点餐的时候，可以说什么呢？ Excuse me, good。 当我们要向别人问路的时候，可以说什么呢？Excuse me, great。 那上课要问老师问题的时候要说什么呢？ Excuse me, excellent。 大家都说得很棒哦。Excuse me。 哦，原来打喷嚏也可以用 excuse me， 又学到一个。 Excuse me, excuse me。Excuse me， 悠悠妹，请问你有卫生纸吗？Sorry， 我没有哎。Excuse me， 大家，我要先走了，那下次见了，拜拜。袜子是一对的，翅膀也是一对的。小朋友，赶快动动脑想一想，还有什么也是一对的呢？哇，双胞胎也是一对的耶！聪明的小朋友，你还想得到其他也是一对的东西吗？妈妈妈妈，带我去买菜，今天要煮的是什么菜？
完成了。哇，谢谢梅花鹿哥哥的帮忙，有你的帮忙啊，这张画得更棒喽。柳丁哥哥，不用客气啦。但哎，这盒蜡笔是？这个是我在桌上看到的啊，也不知道是谁乱丢的，我就拿来用啦。啊，这盒蜡笔是我要送给别人的礼物哎，被你拆开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是你要送给别人的。没关系啦，我们两个都因为忘了问东西的主人，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子。拿别人的东西之前要先问过，下次啊，我一定会记得的。小朋友要记得哦，不管是拿东西的时候，还是用东西的时候，都要问过东西的主人，这样才是有礼貌的行为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那我再陪你喝蜡笔。我是玩熊哥哥，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赶快按下订阅键。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也可以看这里哦。